哪一个都骗你，现在你骗了多少人呢？你骗了多少女人呢？你，哪是你这样说？什么不像我这样子讲？你这个畜生，不是说跟我结婚吗？快让你的小孩把钱骗光了，然后你就跑了，是不见了。你不要站在我们这大门口搞这些东西。这两个拿着手机破口大骂的女人，分别名叫蔡淼淼和于林。电话那一头被他们俩痛骂的人正是胡勇。随后，两名女子为了寻找胡勇，闯入了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写字楼。你该怎么联系他本人，或者通过任何途径说找个老板同意了就可以。两名女子在写字楼门口等待了一个下午，却一直没能见到胡勇本人。失望之余，他们回到了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住处，并约定第二天一定要找到胡勇才肯罢休。据于林说，自己和蔡淼淼一样，都曾经是胡勇的妻子。而在广州，还有一个名叫白翠的女人，也曾经和胡勇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。据三位女人说，胡勇曾经和上百名女人有染，为此他们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，群里共有14名女人，她们都曾经走进过胡勇的生活，有的为他生下了孩子，有的为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。因为交往之初，在他们看来，胡勇不仅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，还十分体贴。可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多年之后，他们似乎明白自己和胡勇的交往其实是一场噩梦。